须要给到这个两边的队员赞誉之声啊，确实打得太精彩了。对，漂亮，这个球也是双方的攻手由攻转守，由守转攻，速度非常的快。往前，这个还是给到后场，机会漂亮，两边的防守都是做得很好。又是在逆境做拿分，关键任翔宇这一局的表现应该说是很顽强，而且是拿到了他们想要的分数，现在已经是开局打了一个3-0啊，应该说是安度了。漂亮，又是一次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，在被对方连续杀球的情况下，做出一次跨